你到底是怎样弄的？我走了以后，你也来一招，我又要尊尊的，将代志也做会出来，一个红颜的无放出，你良心才叫我干部一样。杜三安的，你在到底是什么事？啊，千万你还阁有私心的，我若是无看到恁为着囡仔大声吼，我唔甘愿，我就是要看到恁爹，这家伙我唔敢拿出来。 你敢知影是安怎大家拢个面？是因为你根本就唔知影你家己在做啥物代志。我无做，是恁大家对不起我，尤其是杜承恩，我为伊付出这么多，我也是要找到伊，我也要付出代价。哎，你千万唔容易做再错哦。凡是我即马甲你讲啥，你拢听袂入去啊？啊，无我甲你讲。 杜承恩今晚得手术房，我绝对无可能离开这。什么？什么？什么？你下面，你下面，你怎么在这待我？ 你生命肚子内就爱我两条囡仔，甲济，就我巴肚内底的囡仔，只是我拢无关心。我唔甘，我凭啥物？你嘛知影你巴肚内底有一个囡仔，你嘛知影你就要做囡仔的妈妈，你即摆才认同，敢讲你唔惊想爸肚内底的囡仔？我知影你过去是千金小姐，每一个人万行大事拢爱顺你的意。 怪你，挑拨个钱嘛？要卖关系啊！每一个人个得失掉，你就对伊产生怨恨，你就想要报复，想要出一口气，你敢有想过，明仔就敢对？是恁大家对不起我，我无做。对甲唔对，唔是你讲个准公算。我食盐比你食面粉搁较济，我伫只劝你一句。 天公伯啊，予你有囡仔，迄是要予你体会一个做妈妈的心情。你着要珍惜家己的性命，唔通安尼糟蹋你家己。啊，搁手术成功之前，我无可能予你离开这。这所在，你绝对袂用离开。 我做不了，我不甘愿。